宝宝到家喽！哎，老婆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你管我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怎么不跟我说？还管你去哪里啊？你是我老婆。我告诉你啊，啊？这回我去，我就不回来了。什么？你去就不回来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要跟你离婚。你要跟我离婚？对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自己看看你，那么穷。这哪里穷啊？这还不穷啊，房子都盖不了。房子是盖不了，那有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盖呀？这房子现在还能住啊？是不是？你真搞笑啊！没结婚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子说啊，小孩都生了你还是这样子说，一辈子都只能这样了。我走了，有钱人已经在村口来接我这了，是什么？还有钱人来接你人啊？家开别小走！车来接我了，那放这手。我们这房子现在还能住啊？是吧？再说了，现在没钱，有钱我也盖的呀，没钱我怎么盖呀？那你一直就没有钱呢？从我跟你在一起到现在，一点样子都没变，还是这么穷。走了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我已经给你好别几走，年的老机会婆，了。你给我的，我很爱你啊，是不是？我那么爱你，我就你来这里，我也没有让你吃苦啊。还没有吃苦，对呀，你真搞笑啊！你这看，还不叫吃苦吗？去山上干活都是我自己去干的呀，是吧？我就让你在家等我，带小孩也一样的，我也自己带他来呀，对吧？我都可没是让你带他呢，我没有钱花呀。我你去就。跟有钱人，我活我照样不用干，我就直接去那里啊，当阔太太，享受生活就可以了，钱也够花。你不能这么拜金吧，老婆啊！我就这么拜金啊，你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，有钱花就行了我。怎么就这么拜金啊，你啊！你自己没有能力啊，让我过上好生活，你就放我走吧，我求你了。有人愿意跟我。求你了，老婆不要走放嘛！手。我们还有小孩呢，你走了以后，我们小宝宝怎么办？他就没有妈了啊！没有就没有啊，很多小孩也是没有不妈要的。走，放你手。能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啊？你你啊，重新找一个吧，放手。不要走啊！你自己没有能力啊，求我也没有用，放手。你怎么就那么喜欢钱嘛？你，对呀，我苦日子过多了，我肯定是想要钱了，放手啊！不要去！你那等我了，人家等我了，以后别联系我了。回去跟你爸爸、妈妈走了啊，要听爸爸话。